为什么有辣妹？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好有辣妹，那个就没有？为什么？谢谢。我想这应该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这就是人生。唱歌了。进入伪装，让在激烈擦肩时代变心里的我，麒麟无数秀月亮，让在激烈的时代召唤谢谢 Campo。 啊，这样走了，逢场作戏，拜拜。逢场作戏哪个男人不会？郭先生。对啊。好，完了啦，被辣妹那弄乱我们唱歌的节奏了。本来要唱鼻瓜了，他心情不太对。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要继续唱鼻瓜。可是我们两个状态把他们撕了。不行，我要唱鼻瓜。好，我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那个辣妹走了，很悲伤。好了，还是鼻瓜哦。
在阴险夜半点来那个不一般在高位青春地方也是个个困难活泼当半不定的卡波声困在用的无有辣妹跳舞，谁相信你？很悲伤啊！好，那个入口处有卖很多 CD 哦，有卖灭火器的专辑，一张300块而已，还有 Nylas 的太阳马戏班，还有赵之璧的很好听的 CD， 还有。笑什么啦？我怎么知道专辑名称嘛？还有什么？有害羞的吗？害羞的用烧的就好了。还有小草地合集。好。